小心点，姐。谢谢。就是啊，不知道我还怕为什么，什么情况？顾总。 才来啊，明波，跟主持人说一下，顾总来了，准备开始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顾总，魏总。 为了庆祝方舟和盘石的合作，请两位一起合个影吧。好。顾总，魏总，过来庆祝方舟和盘石的合作，请两位一起合个影吧。顾总，我是方舟的何明博，你有任何的需求可以随时告诉我。谢谢，顾总，您这边请。江许是怎么认识顾许的？ 顾许为什么会带他来？我也不知道。魏总，这位是 IT 时代的胡总编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胡总编约了好几次想要专访您，今天总算是成型了。那这样，您二位先聊。哟，顾总，哎，顾总，好久不见，还记得我吗？一鸣，顾总，三位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顾总你好，我呀是威力公司的，希望以后能够合作。我是 IT 的胡总编。 待会儿啊，我还得采访您一下呢。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今天这个酒会，表面上是为了庆祝磐石和方舟达成了合作，但更是魏总即将荣升 VP 的庆祝会。这个顾许倒好啊，硬生生的把主角搞成了陪衬。对了，佳怡，江喜今天这条裙子怎么跟你这条这么像啊？ 我记得你那会儿试穿的时候，那个公关说这个是高定国内就这一条，那他从哪儿搞来这么一件啊？鬼知道是什么关系呢？找了件高定套在身上，就真把自己当正宫娘娘了。摆什么位置，哪里是一件衣服，说了算的，真是有趣。你不会以为我在说你吧？我说的江喜。恭喜啊，魏总。 虽然早就知道公司 VP 的位置非魏总莫属，不过今天一早正式任命下来了，心里还是想着要正式的跟魏总道一声恭喜啊。陈志，啊，你们技术部以后得多多支持我们产品部。啊，惭愧啊，这次要不是我们技术部掉了链子，公司也不用花大价钱跟磐石买技术，还是魏总厉害，不仅谈成了合作，现在又荣升 VP。 真是双喜临门啊！我看今天几乎所有行业媒体的头版头条都是方舟和磐石合作的新闻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们技术部新的文案。魏总晚上有没有空啊？要不我们坐下来聊？没空。那个。 给你点你最爱的拿铁，然后今天我请客。啊，谢谢啊。江喜，关于 OP One 的需求调研，什么时候能有结论？我还有两周，两周就可以给到你。不是这意思，我的意思是。
我那个项目弄得差不多了，现在也挺闲的。跟磐石的合作毕竟是咱们方舟的大项目，需要足够的人力支撑。咱们部门的其他小伙伴呢，也都想给你搭把手。你看，如果需要我们做什么，你随时跟我们说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找我们就行。对啊对啊，我们可以帮你。我这个人吧，脾气不太好，但我对事不对人，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嗯，忙吧。中午吃点什么？怎么迟到了？啊，今天有点事儿，路上塞车。哎，对，把这个也签了。这要钱吗？当然了，迟到了肯定是要钱的呀。啊，谢谢啊。好了啊。怎么来这么晚？我有事儿。亚凡那边找你啊。进来。妹子，你找我。坐。坐就不必了，我外面还有一堆事儿呢。没想到你跟顾许还挺熟的。我们只是普通朋友。江喜，我就欣赏你这一点，脑子清爽，凡事都拎得清楚。顾许是什么人，以他的阅历和地位，不可能跟你来真的，无非就看上了你的美貌，逢场作戏而已。你可千万不要做什么豪门太太梦，太不切实际了。我有个提议给你，趁热打铁，捞点实际的。林总，不知道您有什么好的建议？我现在手头上有两个项目磕不下来，你正好利用这层关系，让他用人情推进一下。我就是一个打工的，说到底，我还是为公司好的。合作成功了，业绩算你的，我会用 VP 的权利，火速的提升你一个高级经理，这样我们两个人又能像以前一样并肩作战。那不知道，我动用了这层关系，帮顾许做做事情。身为磐石的 CEO 顾总，会给我什么样的惊喜呢？一定比你这个 VP 能给的多多了吧？像这种画大饼、恶心事儿，顾许一样都不会。毕竟，他靠的是实力说话。跟你不一样。你有没有搞清楚，你现在在谁的手底下做事？我凭本事吃饭，在谁手底下做事情都一样。倒是你，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升了 VP， 我希望你以后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想想清楚，因为毕竟现在整个方舟都在传，能搞定磐石项目的人是我。谁来？魏太太，要不然试一下？魏太太这身衣服怕是不合适吧？要不然就算了吧。魏总，哎，怎么才来啊？我来给魏总太太送衣服的。哦，魏太太。魏总让我提醒你，出门别那么粗心，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。给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魏太，现在有衣服了，要不要跟魏姐打一局啊？好啊。魏总。哎，怎么才来啊？我来给魏总太太送衣服的。哦。魏太太，魏总让我提醒你，出门别那么粗心，
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。给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魏太，现在有衣服了，要不要跟魏姐打一局啊？好啊。干干净净的，常态进攻哪有这么容易啊？准确率多低啊！是我的话呀，肯定搏一搏。给我一杯水。哎，好的。魏太太，魏姐，给您。你刚才真的好棒啊！您叫林霜就好了。你是在哪儿学的斯诺克？我是上学的时候参加过江大的斯诺克社团。你是江大的？是啊，我是你的学妹，比你小几届。这么巧啊！哦，当年在大学那会儿，谁教了你斯诺克呀？其实吧，我没正经学过，就是有一个同学，他没事就指导我几下。不过他的斯诺克是林丽教的。怎么了？不会吧，我也是林丽教的。这么说起来，咱俩是师出同门啊。小师妹。不过他俩现在聊什么呢？聊得这么开心。你说这魏明老婆球打得这么好，听说了没有？肯定是请的英国教练呗，一看就知道。我也给你找的英国教练，你怎么什么都没学会啊？哎呀，你就别说了。行了，你俩别打情骂俏了。回来了。今天怎么样？你简直给我挖了个大坑。不至于吧？
不就是一起吃个饭吗？至于你自己怎么去？我不有重要客户呢吗？这身衣服没见你穿过呀，什么时候买的？哦，好久没穿了，去年买的。口红挺好看的。魏总早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妹妹。魏总，玩的还开心吗？昨天。哦，昨天太棒了，没想到你有一个宝藏太太。我太太朋友不多，您肯带她玩，她开心还来不及呢。什么带不带的？她的斯诺克打得比我好，下次一定要约个时间跟她好好切磋切磋。没问题，那你们随时约啊。嗯。要不是你提前帮我排雷，还临时赶来救场，我现在应该已经社死了。其实这些人啊，不管是强势还是温顺。看的都是公司的职位，还有利益关系。有了磐石这张牌，魏明升 VP 应该就是这一两个月的事儿了。新来的那个助理王佳怡，他爸爸是黄董，魏明最近可是对他殷勤得很。你的意思是，魏明为求自保，想借黄佳怡来讨好黄董？也不一定是自保吧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魏明还不到40岁，他的野心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个副总吧。副总之上那就是 CEO， 魏明是有点才华和小聪明，当一个副总算是比较匹配的。但是如果让他掌舵全局来领导一家公司，那他还差了点格局。他知道他自己差的这点格局，需要一个强大的后盾来帮他补上。他想让黄董来当这个后盾。魏明的能力嘛，是有一些小天赋，但是论起对付女人，他可是天下第一。我看那个黄佳怡被家人保护得很好，一点鉴别男人的能力都没有。他已经着了魏明的道了。如果只是提携自己的女儿，那这份恩情黄董未必会记挂很久。但如果成为黄董的家人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说魏明要娶黄佳怡？以我对魏明的了解，不是不可能。那这也太毁三观了吧！不管怎么样，找工作的事情呢，还是得抓紧。对了，魏明的工资还有奖金都是公开的，再加上我知道的分红和绩效，我估算出了他大致的年收入。另外，他这个人喜欢搞小动作，回扣也没少拿。我知道的全部都在里面。谢谢，这次帮了我大忙了。司仪说在财产分割当中，对方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降低你分得财产的比例，但是如果我能了解他全部的收入状况，把能分的蛋糕尽量做大，这也算是变相的多分了一些财产。该是你的，咱们一分都不能让。从现在起，你已经不是方舟的员工了。让一下，江喜。江喜。哎，江喜，你这是要出去办事儿啊？上次你给我带的牙买加咖啡不错，下次给我多带几盒吧。好，办公室在这边，我带您过去。顾总，进来。顾总来了。顾总，你怎么有时间过来了？我来是想要聊聊 OP1 的。那走，到林总那屋去聊。叫着江喜一起吧，毕竟
我们能坐下来聊 OP1， 是他一手促成的。那应该的。米雪，叫上江喜。好的。来，顾总，这边。这就是我们产品部。江喜。江喜啊，你真要走了？走了。后会有期啊。后会有期，好好干。走了，江喜姐，再见。江喜，魏总找你。江喜。干什么？魏总让你过去一趟。喂，江喜，顾许去方舟，你谢听顾许的。好。顾总在哪儿？你去年在国外把普柳科技卖掉，我就想啊，你肯定是要回国大展拳脚。果不其然被我猜中了，顾总，你应该是磐石最年轻的合伙人吧？顾总在我们学校就已经很优秀了。魏总过奖了。进来。魏总，江喜来了。江喜，自己坐。好。米雪，这里没有你的事了，你先出去，记得把门带上。好，江姐，你做事情怎么总是毛毛躁躁的？顾总今天要来我们方舟，你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，你弄得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。这个不要紧，他也都是为了业务嘛。其实我们这一次还是做了很多准备的。是啊，如果磐石加上方舟，那就是强强联手啊。顾总，江喜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，业务能力非常强。我们产品部，别的优点不敢比，论实干，我们肯定是当仁不让的。我们的技术部和你们已经对了很多次了，但是对项目的推进，一点作用都没有。我们产品部一出手，立马就把你请到我们这儿来了。嗯，林总，客套寒暄的事情我真不擅长。这样，我这次过来呢，就是想要促成合作的。真的吗，顾总？没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？想 OP1 的话，让江喜来对接合同就可以了。那太好了，我上过董事会，走过流程，咱们就可以过合同了。没问题。顾总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你部门这江喜到底什么来头？居然搬动磐石的顾许亲自上公司谈合作，一下把总价砍下来这么多。林总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就这样的业务骨干，差一点离开我们方舟。为什么？之前爆料冯凯的事儿，你还记得吧？啊，他干的。冯凯性骚扰他在先，他呢就是一时冲动。本来 HR 那边是坚决要让他离职的，我觉得江喜这样的员工有能力得留下来，我顶了很大的压力，不然就没有和磐石的合作了。有意思。坐吧。跟磐石的合作汇报起来，就说是我谈成的。我跟顾许是校友，谈成合作也是顺理成章，免得费口舌。你觉得呢？合作都谈的差不多了，至于是谁拉来的项目不重要。你跟顾许是怎么认识的？魏总，这好像不太属于我汇报工作的范畴吧？果然。
搞定男人才是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擅长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我也总可以慢慢体会一下。你总归在我手底下做事，我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，好好干，等我升了 VP， 少不了你的好处。魏总，总是喜欢把自己的理想跟员工绑在一起，这不叫绑定，这叫绑架。另外 ，VP 的任命还没有尘埃落地。虽然你有盘是这张牌，但是我才是打牌的人。至于这个牌能不能打出去，打出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，都还是未知。您说对吧？嗯，你说的对。以后在工作上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，尽管跟我讲。老规矩，我会替你摆平。魏总，您还是自己多加小心的好，我的事不用你担心。我宣布个事儿啊，从今天起，江喜正式调回产品推广部，升任商务拓展主管，负责磐石等大客户的业务。江喜回来了。米雪，我之前的工位被新来的同事占了，我坐哪儿？你坐我这儿。那请你赶快收拾一下，我马上要赶着给磐石出合同。烦你把我离职的合同还给我。你今天是没有看见，那个魏明还有我们办公室那个势利眼米雪当众被打脸，我还要忍着不笑，我都快憋出内伤了。他们俩的脸都被打烂了吧？他们两个也是个人才，当众表演变脸绝技，那个脸色啊，晴雨之间无缝切换，简直可以给他们颁一个奥斯卡奖。林霜，谢谢你。我第一次在方舟挺直了腰杆子，第一次没有靠妥协，没有靠示弱。谢谢你做我的底气。不客气，合作达成了之后就看江经理的表现了，回头请我吃饭吧。那是必须的。哎，说起来我也好奇，你是怎么搞定磐石，怎么搞定顾许的？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，我现在正打算去谢谢你的救命恩人呢。哎，先不说了啊。你在这干什么？好巧啊，顾许。我，你来看我爸。林老师拜托我的事情已经做到了，所以我过来跟林老师说一声。老师跟师母年纪都大了，尤其是林老师，刚从医院出来，又得忙里忙外买菜做饭，又得大人情说好话。以后这种事情，你就直接告诉我，别再麻烦他们。
韩氏跟方舟的合作，你怎么能想到拉林老师出来说情？真亏你想得出来。韩石和方舟，那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两大互联网巨头，他们的合作，怎么可能是我爸一个退休教师促成的？我虽然当了几年的家庭主妇，疏于业务，但是这点常识还是有的。这两家本来就是要合作，就算我爸不出面，合作也是早晚的事。你怎么就能笃定磐石一定会跟方舟合作呢？我大概研究了一下磐石刚推出的 OP1， 它目前是亚太本土最好的技术人才，针对的是头部的弊端企业。那除了方舟，还有出价能力的静瑞，他们刚刚花了大价钱从硅谷请来了算法专家，所以短期内他们不会成为磐石的客户。那 OP1 唯一的买家就只剩下方舟了，之所以还没有谈成合作，无非就是待价而沽这一个理由吧。判断基本正确，看来你的逻辑能力还在。不过啊，要是没有你出面，那江喜的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。你跟这江喜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朋友。你这朋友好大的面子。我替他谢谢你。要谢就谢林老师，我是帮他，不是帮你。你疯了吗你？你干什么？啊，你的东西我已经让同事帮你收拾好了，就不麻烦你自己动手了。伞，我能蹭一下你的伞吗？来，伞拿着。啊，送你了。嗯，你，谢谢啊。伞送你了，以后好好工作。疯了，回头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结束，结束了。这位小姐姐，是您约的专车服务吗？您的专车司机何明博竭诚为您服务。那么，请您戴好安全头盔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这个我就不用了。安全第一。来，我。大小合适吗？那。开动。上车。我们系好安全带，就准备出发了。安全带。手给我。那只。专车出行，现在开始。主动离职，等于变相承认了我必须对数据泄露的事情负责任。没做过的事情，我是不会认的。这是你的劳动合同，这个月30号到期，你看一下。之前 HR 是许诺给你 N+3， 但你一直拖着不肯辞职。等劳动合同到期后，方舟是肯定不会跟你续约的。别说 N+3 了，你连当月的工资都领不起。
我不想走。想不想的不由你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以你现在的处境，见好就收吧。难道要我们两败俱伤吗？从来都没有两败俱伤。以我对魏总的了解，死的只有我。你这话就严重了。反正你都是要走的了，我们彼此给对方留点脸面，姿态好看一点，肉还相见呢，免得难堪，你说呢？我目前的状况不允许我失业，所以我私下给你申请了 N+3。你有足够的时间再去找一份好的工作。我在方舟也待了这么多年，就不能再给一个机会吗？晚了。江喜，娴静的山茶花突然长了扎手的倒刺，即使再美也无人欣赏。人不是总有机会的，你要为你的错误付出代价。 N+3 就是我给你最后的情谊，一周之内完成交接，离开方舟。N+3就是我给你最后的情谊，一周之内完成交接，离开方舟。限我一周内离职，我拖不过去了，怎么办？房子修到一半了，钱赶快打过来。我想想。妈烧了几个你喜欢吃的小菜，正好我们要去图书馆，顺路给你带过去。爸不用了，我叫一个闪送去取一下就好了。林霜，蛋糕烤好了没有啊？好了。林霜，晚上我们吃什么呀？妈一大早起来专门买菜。哎，我猜她是想女儿了，晚上等我们到了一起吃饭。来了，做好服务啊！哎，你踩着我脚了。哼，抱歉。吃蛋糕了。吃蛋糕了。蛋糕来了，来，爸妈。哎，一会儿我爸妈也要来看我，那晚上就一起吃饭吧。啊？嗯。可能到了。来喽！这么快啊？魏国强，魏国强！哎，你们怎么随便进人房间啊？你干什么？你问他自己啊！啊，魏国强啊！别以为你躲在你儿子家，我们就找不到你。该还的钞票还是要还的。再宽限两天吧，等我那两只股票那个，等你赚点钱，解解套，发发财是吧？断我们财路！
想着自己发发财，你脑子被枪打过了？你这个老头子，都怪你啊！你说什么有内部消息，资产重组要全仓，你还昏了头跑去借高利贷，脑子坏掉了？好了好了，本来是肯定稳赚不赔的，哪里晓得资产重组出了问题，全部套牢了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要在我面前唱双簧哭穷了，还钱还钱！啊，你儿子呢？哎呀，林霜，林霜，哎呦，林霜，你快来呀！我和你爸爸的钱全都给套在股市里边，套得死死的。你赶紧拿点钱出来救救急。妈，你这样，我先给魏明打个电话。那你，哎，林霜，哎哎，林霜，哎哎哎，你千万不要给明明打电话，他要知道的话，会把我骂死。林霜，这样哈，你放心，你这个钱呢，就算爸爸妈妈借你的，等我们手头宽裕了，马上就还给你，是吧？哎，不要亡羊功劳啊，该欠的钱还是要还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住这么大的房子，欠我们这点钱，你要脸吧？你别摆个苦瓜脸，给谁看呢啊？我们是被欠钱的，我们才是弱势群体，赶紧还钱。林霜，你想想办法我。你这样，你们出去好不好？你们要不出去，我就报警了。哎，你报警好了，你报呀！啊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我跟你讲。报警啊！啊，家属，老子欠钱，儿子还，儿子不在，媳妇还，媳妇还。凭什么我来还钱呢？哎，爸，亲家来了。怎么了？这家老头子欠钱不还，儿媳妇又不掏钱，要不你们帮掏钱？怎么回事啊，大爷？来来来来，今天这个钱啊，总归要有人还的。好好讲，干什么？抓抓，怎么干就干，不要动手。干什么？你们是要钱是抢钱？要钱，要钱也没，也你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魏明，我绝对不会再放开你，我爱你。起来了，我刚才看时间早，没叫醒你。早餐我点好了，胃没有不舒服吧？有柠檬水。昨天我喝多了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不用放在心上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昨天晚上你说过的话，做过的事情，我都不要当真。不是，你不要觉得我有压力、尴尬才故意这么说。佳怡，谢谢你。是因为你让我看清楚了我自己的内心，你的坚持才让我们两个人彼此没有错过。
跟你的勇气相比，我就是一个胆小鬼。可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对我们的未来负责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接下来的每一天，我都让你不真实的像活在童话故事里。但是我们的生活肯定会遇到很多阻碍，你得做好准备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看我们的房子免收押金的。哎，你好，公牛租房，了解一下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特别好的，这个我们这上面不管是交通出行啊，周边配套都是特别齐全的。小海，就随时联系我就好了，我的电话就在这儿。哎呦，乖乖，这孩子跟小海长得一模一样啊！前方入口右转，直行850米。价格也不写，对，然后谁说价格？你哪儿写价格了？你这哪儿写了？只要这个图片上有的样子，我们交房就是这样的。小海，中午别吃饭，我给你送粉蒸肉去。是的，是的，这样你们稍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回来。哎，怎么不在一块儿？你到底没有租不租房子呀？你，我问了你，您夫人确定是在磐石通过正式的招聘考核进入了。只是因为现在缺乏工作经验，所以目前只能从事一些基础性的工作。韦总，您看奶宝跟磐石那边打声招呼，给点照顾。不需要。韦总。我先忙工作了。少笑什么呢？有个好消息，昨晚我的酒没有白喝。有两家家族企业已经愿意重新与方舟接触了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在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在帮我。那我去安排后续谈判还有合作落地的具体事宜了。好。嗯，佳怡，你的付出我一直看到眼里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回报你。我什么都不要。我只要你，完整，全部的你。大家想喝什么？我请客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客气。哎呦喂，佳怡，来来来，哎呦，张妈，你看，好好走路。哎呦，好成这个样子呢。哎呀，坐好。我的女儿，你妈妈和我从小就惯着你，宠着你，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你，就是不想让你有半丁点的委屈。可你看看你自己。你现在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子了？爸妈，你们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你还要什么？我想要爱，我想要很多很多的爱。你们从小就把我送到国外，我要的爱，你们给过我吗？可是他能给我，我也没他能给我。那你就心甘情愿的当人家的小三？佳怡，爸爸妈妈是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和魏明的事肯定是大错特错呀。就算是错，也让我一直错下去。爸，爸。我爱魏明，我真的爱他，我不能没有他。你疯了，女儿，你疯了！你，来，你坐下。
不是，妈，我跟你说真的，我爱你。你真是疯了，我这女儿。我知道，现在是你最难的时候，但是时间可以治愈一切。我和你爸爸都给你安排好了，去美国再读个硕士学位，明天一早的飞机。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哪儿都不去！你别放我！你听着，你明天早上必须走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会让魏明从方舟滚蛋。听着，你明天早上必须走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会让魏明从方舟滚蛋。你要这样，你每次都这样，你危险。你要真敢这么做，我立马把我爱上魏明的事让方舟亲自见你。你完全疯了，你！我就是疯了，我爱魏明。你让他走。不要。让他走！不行。佳怡，可能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你还要躲我躲到什么时候？为什么你就是不敢承认你对我的感情？为什么你就是没有勇气说爱我？可是我为了你已经和全世界都决裂了。魏明，你这个胆小鬼！西服已经洗好了，我特地选择了一件衬衣作为谢礼，相信你会喜欢的。衣服这么皱了，不然换上吧。怎么样？挺合适的。真帅。所以，你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明明，爸妈，哎，别愣着了，来坐。爸妈，正式跟您二位介绍一下，黄佳怡，以后你们可以叫她 Joyce， 她是你们未来的儿媳妇儿。
阿姨，叔叔。敏敏，什么未来的儿媳妇呀？你是不是发烧把脑子烧坏掉呀？啊？我想得很清楚，今天我们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顿饭，就是跟您二位要说清楚。我马上就要跟林双离婚了，以后我们两个人会堂堂正正的在一起，我们不能让佳怡受委屈。你居然能够为了外面的一个女人要跟林双离婚，你这不是让人家看笑话吗？你就是娇，娇什么来着？一看就是娇滴滴的样子，根本就不能带回家过日子的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佳怡不是外面的女人，她是我们公司黄董的独生女。黄董就是你之前提到过的那个方舟的大股东黄董？这不重要，我们两个人真心相爱，就算你们所有人都反对，我还是要跟林双离婚娶她。造孽啊，真的是造孽。明明啊，我们魏家的家风那真的就是清清白白、本本分分。行了行了，现在年轻人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了。明明啊，那你和那个小娇的事林双他知道吗？暂时还不能告诉林双。一方面我们离婚会涉及到财产分割，我需要一点时间去处理。另一方面，我跟佳怡并没有得到黄董的认可，我不希望在这期间出现任何变故。你真的想好了？我想好了。那果果怎么办呢？果果可是我们家的心肝宝贝啊。哎，万一那个林双要是给他找了一个乱七八糟的后爹，那我们果果是要吃苦的。这不行不行啊。那要不这样，你不是忙吗？你忙你的，大不了我来帮你带。妈，我跟你说话。果果，爸爸，爷爷，奶奶，哎，几天没见，你又沉了啊？啊？你不是最近都加班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回来取点东西。爸爸身上好臭，我要下来。哪儿臭了？果果，爸爸身上不是臭味，是香水的味道。林双啊，说什么呢？什么香水的味道啊？我们明明他出去上班了，他又不是出去搞鸡巴的。什么是搞鸡搞巴呀？果果啊，咱们现在去洗澡，然后把脏衣服换下来，这样什么香的臭的就都闻不到啦。好，去洗澡去喽！洗澡去喽！我去送妈妈了啊，跟你聊两句呗。聊。你觉不觉得我们最近好像是越来越不合拍了？以前咱俩男主外女主内的是有这个问题，不过现在好了，我也出去工作了，以后咱俩只会越来越合拍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共同语言是越来越少了，除了聊孩子，几乎就是没什么可聊的了。都这样，老夫老妻的嘛，哪那么多风花雪月的，过日子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别往心里去啊！你怎么突然聊这个呀？外面有人了？我是怕我做的不好，让你不开心。我有什么不开心的？我有你，有果果。我特别特别满足。行，你开心就好。
魏总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魏总今天真帅。哪天不帅了？魏总，咖啡。谢谢。刚好遇到财务部的杰西卡，顺手就把刚买的咖啡让给我了。一会儿准备一下新媒体的采访。嗯。走。魏总早。魏总早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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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上好。昨天晚上留到最后的，又是魏总、黄佳怡吧？难怪就是魏总那黑眼圈那么重。哎，你说这魏总和黄佳怡，他俩是玩玩的还是认真的呀？玩玩的呗。魏总夫人那么有气势，孩子又那么乖巧，多和谐的一家三口啊！这么和谐的一家三口，这个黄佳怡怎么能下得了手呢？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呗。这刚来的时候呀，还有一个千金小姐的派头，这才多少天啊，就这样了，这也太恶心了吧！你们说谁呢？哎，那个文件我再给你找一找啊。你笑什么？看错了吧？我哪笑了？我听说你曾经在公司勾引魏总未遂，那你又搞错了，不是勾引未遂，是拒绝骚扰。我知道你最近被调离了核心部门，对魏总怀恨在心，但你也不必编这种花边新闻来抹黑他。我没功夫跟你在垃圾堆里抢男人，我没有抹黑他，你以后就知道了。还有啊，你还见不得光呢，说话的时候最好摆清楚自己的位置，你还不是正气吗？真对不起，让你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的流言蜚语。可我毕竟还没有离婚，在公司，我必须要和你保持距离。若让他们抓到了实锤，唾沫星子会淹死人的。你能理解我？对吗？你要把我藏到什么时候？我从来都没有要藏你的心思，只是我们两个人又想光明正大的站在他们面前，必须要有计划、策略，这是在保护我们自己。不说这些了，我有个惊喜要给你。什么惊喜啊？去了就是，走。你到底要带我见谁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魏明，老公快点吧，大家都等你呢。谁在说话啊？我一会儿跟你说啊，这信号不太好。刚刚是谁？喂，喂，我先去趟洗手间。刚才叫你的是谁？是不是林霜？说话啊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啊？刚才那个叫你老公的人是谁啊？走。那我们还跟那个公司有合作。张老师，先聊啊。哎，魏总，这是嫂子吧？学院的第一才女。哎，你俩太般配了。我有点急事，回头说。哎，走。魏明。上哪儿去了？找你半天。不好意思，你们聊，你们聊。你来的正好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方舟的新员工，王佳怡。你好，黄佳怡。嗯，新来的秘书是吧？对，我是来找魏明的。公司有点急事，佳怡来通知我，我得先走。走吧，再着急也得分场合啊。今天什么日子？还有啊，佳怡，魏明毕竟是你的上司，你这么直呼他的大名不合适吧？没关系，我们部门不讲究这些。知道的是你不讲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俩有什么呢。你一个大男人不要脸无所谓，人家可是小姑娘呢，还是黄董的女儿，对吧？人家不能不要脸。佳怡，你先回公司，我这边结束了就回去。听话。怎么了？别碰我！别逞能了，我送你去医院。魏明，你这是要走啊？老师同学都在呢，马上开始了。不合适吧？秘书，你跟同学们说一声，我送同事去医院。啊，说一声吗？走，慢点。什么情况啊？来，你跟我来。谢谢。现在冷静了吧？哎呀，没事儿。你知道，在婚姻关系中最荒谬的是什么？就是做错事情的明明是出轨的那一方，但是被出轨的那一方却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，被迫接受他人的同情。我不会说什么别人的话不重要之类的话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所认识的凌霜，不需要将自己和任何男人绑定，也不需要凌霜之外的任何身份，因为他已经足够耀眼。如果不喜欢被同情的话，那么就请振作起来，让大家见识见识，身为强者的凌霜是什么样子。忍着点啊。医生说了，冰敷一晚上就好了。别生气了，我今天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你带走的，那等于狠狠扇了林霜的脸。现在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在我心目中是最重要的，我都把心掏出来给你看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啊？我要你现在就打电话给凌霜，跟他说离婚。婚是肯定要离的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你少拿这套敷衍我，费明，我为了你有家不能回，成了全公司的笑柄，现在连凌霜都能当面给我难堪，你呢？你就这么对我？我知道你为我牺牲了很多。你不一直要买戒指吗？明天我们就去买。等你戴上婚戒，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了。放心了吧？真的呀？
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呀？只要你开心，让我怎么做都行。我是不是很任性啊？你会不会讨厌我？怎么会讨厌你呢？我就要这么宠着你，让你一辈子都能这么任性。担心我了吧？哎，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当年在学校一直压我一头的年级第一林霜同学。其实啊，当时我最看好的学生不是顾许，是林霜，只可惜还没毕业就被那个隔壁班那个吊车尾的男生给拐走了。林霜，后来你甩了他没有啊？你等一下啊，魏明。老黄，老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就是我老公魏明，您刚才说的那个吊车尾。是你呀？你好，吴教授。哎，我记得当时啊，你挂了好几门专业课，差点学位证都拿不到。怎么样，现在改行了没有啊？没有，幸亏遇到了我太太。哦，原来比顾总还优秀的年级第一，就是魏总口中的家庭主妇啊。魏总啊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这么厉害的夫人还藏着掖着，介绍一下呀。哟，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接个电话啊。是魏一下。顾总您好，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见过别的项目的时候啊？不记得我了是不是？喂喂，老公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流程太多，今天要晚一点。哎，啊，顾总，回头给我们上课。昨天那个电影特别好看。什么？什么电影啊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！我觉得那个男主演的。看什么？他现在火锅在叫我。听错了吧？那个男主演啊，我觉得没有你帅。果果，果果，哎呀，怎么了？这是，爸爸，啊，摔哪儿了？我给你看看。哎呦，快！孩子磕到下巴，伤在嘴里，我正在给他处理伤口，一会儿呢，我还给他开点药。伤在嘴里，这天吃饭会比较麻烦啊。那不会留疤吧？不会不会，伤在里头呢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谢谢医生。那辛苦您了，辛苦您了。你怎么带孩子的？果果怎么摔倒的？这里是医院，请保持安静啊！妹妹，妹妹，你先回来。妹妹啊，这事儿你不能怨双双，是我的原因，是我没看住果果，一下摔倒了。你不用替他说话了，这不止一次了，一天到晚想着去工作，孩子一会儿受伤，一会儿又失踪的。那个。好好说啊，好好说啊，好好说。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你那点职业理想重要，还是果果重要？林霜，你太自私了。我追求事业就是自私，你追求事业就不是自私。那能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是你答应我的。结了婚以后，照顾这个家，照顾孩子。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可以不结婚，我们可以不要孩子。你事业心这么重的话，我给你自由，好不好？给你时间，我们离婚吧。
终于说出来了。魏明，魏明，孩子现在正在检查，你现在提离婚，你还是人吗你？我也是为了果果。为了果果？不是，对，太过分了你。别急，你什么时候为了果果？慢慢说，慢慢说，咱们先看果果，看果果啊，慢慢说。林双，我不可能再让我女儿跟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妈待在一起了。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果果，那我问你，从开始到现在，你问过果果怎么样吗？你关心他伤得重不重、疼不疼吗？说我不负责任，孩子出事的时候你又在哪儿？你别混淆视听了，现在做错事情的人不是我，是你。林双，剩下的东西我过两天派人来打包，就先放那儿啊。这份离婚协议书，你抽空看一下，然后签个字，挑一天我们俩都有时间去民政局，咱俩把手续办了。我先放这儿啊。现在离婚协议都流行随身携带了，看不出来呀，魏明。你还有点未卜先知的能力啊！你也不用阴阳怪气的。这婚我早就想离了，这些年你待在家里也不接触社会，我们两个早就没有共同语言了。都是为了孩子才忍到现在，你现在连个合格的妈妈都做不了，我们的婚姻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一会儿怪我不接触社会，一会儿又怪我出去工作，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很可笑吗？当初我放弃事业回归家庭，你在外面赚钱养家，这是咱俩共同的决定。人是会变的，没有谁可以为别人的人生负责。当初是你自己选择做全职太太，我没有逼你。是，你为这个家付出很多，我为这个家也付出不少啊。你不用道德绑架，咱们两个谁也不欠谁的。这婚我离定了。离婚可以，先谈谈条件吧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房产、存款对半分，小苹果抚养权归我。不可能。自从小苹果出生以来，你吃我的，用我的，你替这个家赚过一分钱吗？你凭什么分财产啊？小苹果她姓魏，抚养权当然归我了。还有，你现在挣那点钱够维持他现在的生活水准吗？那既然谈不拢的就不离了，大家耗着吧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请了最好的律师，我们两个人的婚内财产我已经申请冻结了，耗下去没有意义，钱孩子你一样都带不走。妈妈今天有点不舒服，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做晚饭，好不好？当然可以了。无数个陌生的夜里，有多煎熬？沿着冰冷的钢索，在梦中牵。是好。
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对，这是我们品牌新推出的限量款对戒，全江州啊只有我们店拿到了一对，最适合像您二位这样有品味、有格调的新人了。谢谢啊，我试一下。给我接个电话。嗯。喂。哎，魏总啊，您的资金已经到位了。是吗？上次看到的那个房子也谈妥了。这个是什么颜色？什么进度呀？这个是D色的 VVS， 然后还有一圈的签字确认以后，咱们整个流程啊，也就算是完。好好好好，辛苦你们了，老公。嗯，老公。那行，那就这样，再见啊。怎么样？你看，非常好，很适合你。先生真是好眼光啊！戒圈尺寸啊，我们是可以调整的。戒指内侧呢，我们还可以免费刻字。还能刻字呢？对，先生，要不我帮你免费试一下？您可以刻在这个圈里，啊？我就不用了。好，要不要再看看其他的？不用看了，买单。谢谢啊。来，果果，快喝点水。瞧瞧这给累的那个汗呐！你骑个马，你用那么大力干什么？啊，外婆呢？外婆呀，外婆下楼给咱们占位去了。你不是想吃好吃的吗？啊，来，再喝点。弟弟好期待了。哎哎，果果，不是你穿鞋。果果，你等我一会儿，穿上鞋。